you know God's calling you. 你说我要成为这个世代的拿细耳人，永不放弃，我要跟随你，坚持到底。你叫我起来，孩子就在这里了，起来回应你的呼召了。我们要走出去，我们不是只是独立的拿细耳人，而是我们在拿细耳的身体的里面。我们是属你的，我们是属你的，我们是属你的，我们拿细耳的世代是属你的。你呼召，你唤醒我们里面的拿细耳人，让我们愿意站出来。我们都愿意做拿细耳人。主啊，愿圣灵的恩膏高抹在我们的当中，在我们中间所做的工作，不容二者有任何的偷窃、伤害、毁坏。唯有我们的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得着一切的荣耀。